生活有智慧，聪明大发现，欢迎收看《生活智慧王》Good Idea。这些转印照片的成品可都是我一个人做出来的哟，别再羡慕我了，我来教你相片转印法。你是不是常在照相馆里花大钱制作转印照片的成品呢？现在只要简单的步骤，便能 DIY 自己专属的纪念品，让刹那永恒的回忆永永远远地留在家中各个角落。肉片常会变得又老又硬，超美味烤肉法可是会让肉片鲜嫩多汁哦，而且步骤完全跟一般烤肉没两样，只是这次我多加了一项秘密武器，只要轻轻一刷，原本难以下咽的肉片马上提升美味，不但散发着一股香气，而且还鲜美软嫩，保证让你一吃再吃，欲罢不能，无法停止哦。不可思议的现代版霹雳车，你看过吗？那你叫他伙计，有事吗？好，他在回答你，没事情。没事情，不要烦我，神经。别错过精彩内容哦。其实啊，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招跟我最近的这个嗜好很有关系。你最近嗜好爱喝饮料吗？嗯，而且呢，爱喝那个，比如说就是早上来录影的时候啊，就是来一个那个葱蛋饼加一杯大温奶。大温奶？大温奶是奶茶吗？大杯温的奶茶叫大温奶。对对对对对。哦，有意思嘞。哎呀，所以呢，不管你是冰奶或是温奶呢，都需要。如果你要外带带回去的时候呢，常常人家会给你个塑胶袋，是因为说让你比较好拿嘛，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就发现了，其实哦，大部分的那个塑胶袋它做的都比较大，因为它可能还要再加葱蛋，再加什么一大堆无微不微，比如说汉堡也会放在里面啊，所以都比较大。对，那该怎么办呢？怎么让它不会倾倒呢？来了，就有一个很可爱的观众，他就告诉我们了，嘿、hey, ，这就是通常我们会看到它装的方式。对。有没有？你看袋子比较大，对，奶茶或者啊饮料比较小。尤其呢，我们也常常，哎，现在也大家都会有自备购物袋，包括这塑胶袋其实都可以自己自备的。那不见得都是小型的，因为有些饮料是专门小型的。那像这么大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个塑胶袋带的时候，顺便带一个橡皮圈。橡皮圈就可以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先把这边给它套起来，就这样子套起来就好了。然后呢，哎，你这样拿它呢就不会倒了。哎，嘿、hey, 好厉害哟、哦 hey. 大家不相信吗？那我们把橡皮筋拿掉。好，我们让它倒给大家看。你看、啊、它就会这样子倒，因为这个袋子它会这样子，有没有？对，有没有？有，真是好哎，这个很聪明。而且包起来之后呢，你看你旁边你哎放那个什么葱蛋饼的，哎、都没问题了。是，对，在这边放什么什么什么的都可以放给大家看啊。放进去，它真的无所谓吗？哎，真的耶！哎，这个神奇，这个神奇，好神奇哦！好哎，谁那么聪明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人，这一个朋友呢，他叫做住在三重市的朱慧玲，谢谢慧玲，谢谢慧玲哦，好可爱哦。你看，他还画摩托车，对对对对对，哦，因为有震动啊什么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像这样子呢，你看慧玲这么可爱的这一招，接下来我们有一招也可以跟他这个互相标记，虽然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学会这一招，可以省好多钱哦，因为我们家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杯子。然后拿到相馆，你知道我是爱贴名条的人嘛，所以我也爱把杯子上面有我们家的全家福照片都贴在这，对，杯子上，或者是 T 恤上面也会印东西的，都是我干的事儿。那所以呢，哎，我们现在呢就可以自己来转印到一些平滑的东西上，像杯子是没问题的。可是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自己在家转印，而不用到什么冲印店去呢？太神奇了。赶快来看看。哎，你可以不要看这招了，我怕你弄太多。来看这招，米奇啊，大家好。这么多各式各样的转印照片成品，是不是很想自己做做看呢？生活智慧大发现，自己 DIY 转印照片。
我们准备的材料有胶带、照片以及可爱的图样。赶快将自己喜爱的照片找出来，自己也能转印照片哦。我最喜欢这些可爱的小狗小猫了，我也要将它们印在杯子上。你猜我现在要将图片拿去哪儿呢？ Cindy， 你没看错，我要将图片先影印，不过注意哦，必须是彩色影印才会成功哦。来来来，又到了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首先将自己喜欢的图形剪下，这只可爱的小猫咪让我爱不释手，看我三两下的就将它剪下来了，是不是很卡哇伊呢？接下来撕下一小段胶带，再将胶带贴在图片上，不要让空气跑进去哦。现在将贴好的图形连同胶带浸泡于水中十分钟。经过十分钟之后，咱们将照片取出翻面，接下来便可以将泡软的纸搓掉。不用怕，用力的大力的给它搓搓搓吧。觉得太干了吗？那就再沾点水继续搓呗。湿软的纸会非常容易去除哦。您瞧，胶带上已经有小猫咪了耶。不过这样还不够完美，我们还要将多余的胶带通通割掉，这样看起来是不是顺眼多了呢？让您瞧瞧自制转印图片的厉害，只要这么一贴，转印图片就完成喽。彩色影印纸上的油墨是不会因为浸泡于水中而糊掉的，当搓掉被软化的纸之后，彩色影印的油墨便会留在透明胶带上。可是照片效果也会一样好吗？同样的，我们还是先将照片彩色影印，再贴上透明胶带，注意别让空气跑进去哟。如果照片比胶带还宽，那就再贴上第二条胶带就可以了。经过十分钟的浸泡之后，便可以轻轻松松地将彩色影印照片背面的纸给搓除了，不用三两下，您瞧，我全部都搓得清洁溜溜了耶。贴在相簿上就是我专属的相片本喽。今天的转印照片实在是大成功呢。将结婚照片转印在酒瓶上，是的，各位瞧瞧，这样子是不是显得更有意义、更浪漫了呢？杯子上的两人合照更显甜蜜，转印照片让家中的物品处处充满纪念性的回忆，甚至在杯子上留下旅游的足迹。何必再花大钱制作转印照片了？花点巧思就能 DIY 充满回忆的转印照片，自己留住刹那永恒的回忆。只要先将胶带贴在彩色影印的照片上，连同胶带浸泡于水里十分钟，软化纸质。十分钟之后，便可将照片拿出，搓去背面软化的纸。不用害怕把油墨搓掉，大力的、用力的搓搓搓吧。油墨可是会完全的粘附于胶带上哦，就像这个样子。简单的步骤便让你拥有独一无二的专属纪念品。自制转印照片，你一定要试试看哦！好棒哦，这样子你们家就可以每一个杯子上面都是你们每一个人的照片，好好哦。而且呢，就是一定要用到彩色影印，你不要直接拿相片来，因为我们是利用这个彩色影印的那个碳粉的关系哦。是的，哎，那我们就可以赶快啦，做做看喽。那我们呢，就是用胶带把它贴完之后呢，把它泡在水里头，那我们水缸里面已经泡了两个了哦，那我们就把它取出来看是什么图案。好，小蓝妹的，一个是这个的，一个是你的哦，对，哎呦，这我的沙龙照，哎呀，拜托，干嘛？干嘛我就要拿那个师傅的照片呢？我就有这种沙龙照，对呀，那我们呢就来。因为它现在有纸，我们把纸的地方吐掉就 OK 了。对，好，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哦，就是它这边就是经过泡水之后，你看它已经变得薄薄的了，对对对，白白的纸。好，我们就可以把它吐掉。好，用手吐啊。你用舌头也无所谓。而且大伙一定想说怎么吐，一直以为说用嘴巴吐，不是，就是搓掉的意思。你看就是这样。我们是国台语双声带。可以再加水，如果说已经差不多有点干干的时候，那够不够干净啊？不晓得够了，印象如何？
够不够啊？我就洗一洗，不够干净，好像显得比较美。哎呦，我觉得好绝哦！彩丝影印机，你一定不晓得你有这种功能。你看，真的好绝哦，可以做灯笼了，好绝哦！啊，我要翻过来，好绝哦！然后就贴起来吗？它等它干了，它就会自动粘上去。我们不想变成生活臭盖网，真的好。那我们现在拿个杯子，哎，好，草兰贴贴看哦。好，这样子。哎，真的呢，好厉害哟、哦！真的耶！哇，每一个人都会变成鸭蛋脸哎，因为这圆圆的地方。哎，真的吗？等它干了就 OK 吗？真的吗？我都不敢相信。哇，觉得好棒哎，好恐怖哎！就是拿自己的最美丽的那张照片。对，比如说这个人。对，就是拿结婚照啊。我们的燕如小姐，嗯。那也有呢，像这样子，哎，像我们的可爱的小倩，做功德做很多的小倩，哎，就可以这样子，哦，好漂亮，还可以贴在本子上，什么都可以。那这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只要是你自己喜欢的图案或者是照片，都可以拿来贴上去。肉片转会变得又老又硬，超美味烤肉法，可是会让肉片鲜嫩多汁哦。而且步骤完全跟一般烤肉没两样，只是这次我多加了一项秘密武器，只要轻轻一刷，原本难以下咽的肉片马上提升美味，不但散发着一股香气，而且还鲜美软嫩，保证让您欲罢不能。曹兰、王月，到你家。不可思议的现代版霹雳车，你看过吗？要你叫他伙计，有事吗？好，他在回答你，没事情，没事情，不要烦我，神经。现代霹雳车今天想要让你亲眼目睹哦，还有精彩的台南度假山庄之旅，千万别错过喽！酒鬼来，酒鬼来！生活智慧王要举办亲子创意料理大赛喽，只要资格符合下列条件。父母陪同十岁以下小孩，亲子两人一起报名参加，请准备亲子合照、联络方式和创意菜单食谱，邮寄到台北市光复南路180巷8号1楼生活智慧王收，就有机会获得全套小家电哦。今天我们要介绍给大家吃的这个东西呢，听说是这个广东烧广式料理的师傅介绍。听说呢，现在广东很流行这样吃法。嗯，也就是说他们在弄肉这一方面的料理的时候呢，他们会加入一些特别的东西，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哟。我们非常感谢台商提供给我们，而这位台商呢是我们燕如制作人的弟弟。他说现在广东人很流行沾一点蜂蜜水哦。好，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到底要如何做出这个沾蜂蜜水的烤肉呢？米西亚，德总，这肉烤得有点久了，不知吃起来的味道怎么样呢？我就知道这肉好老好硬，好难吃哦。难道没有可以使肉变嫩的方法吗？生活智慧大发现，告诉你烤肉新妙方。这次需要准备的材料有肉片、蜂蜜和水。首先将适量的蜂蜜倒进温水里，搅拌均匀，就是咱们的秘密武器喽。来，我最喜欢吃铁板烧了，这肉片当然要放在铁板上烤才好吃嘛。不过这样还不够，我们还要再刷上浓浓的烤肉酱才会入味，尽量刷。别忘了咱们的秘密武器蜂蜜水哦，薄薄一层的蜂蜜水可是会让肉质变得鲜美软嫩呢。同样的，咱们也要让肉片的另一面吸取烤肉酱的精华。当然如果没有蜂蜜水的助阵，肉片又怎么能鲜嫩呢？
赶快再刷上蜂蜜水，软化肉质呗。只要一层薄薄的蜂蜜水，就能让肉质变得甜美鲜嫩，再加上香浓强劲的烤肉酱，那滋味可说是一等一的美妙。恰到好处的火候，将肉片烧出丰腴的肉汁，让蜂蜜的甜美都融进每一块肉片里。不过，只要加了蜂蜜水，真的就能让肉质软嫩吗？与一般的肉片口感又会有什么差别呢？别急，我们当然会为您实验证明一下喽。非常荣幸的，我们请到命理专家黄有朴老师为我们试吃蜂蜜水烤肉，烤肉的香味让黄老师跃跃欲试呢。不过，咱们先让黄老师试吃一般烤肉，先尝尝一般烤肉的滋味，才能显出蜂蜜水烤肉的鲜美。接下来，再试吃蜂蜜水烤肉，来，到底滋味是如何呢？果然比较好吃耶！正好正好，蜂蜜水烤肉成功。咱们再来试试神奇的蜂蜜水，也能将鸡腿变得软嫩可口吗？到了蜂蜜水大显神威的时候喽！刷上一层蜂蜜水，鸡腿两边都要兼顾到哟。厚实的鸡腿在经过大火烘烤之后，变得鲜嫩多汁。蜂蜜水更让肉质呈现入口即化的软嫩口感，满足您挑剔的味蕾。这看起来是不是很美味呢？想吃鲜嫩的肉片吗？蜂蜜水烤肉的威力，你一定要试试看哦！就是这么简单，只是不过就是多加一个动作，多准备一样东西。对呀，那到底呢？这个沾的蜂蜜水差多少？我们来看看。好，那我们就先来各放一片，好，好不好？好的。然后呢？我们就先刷烤肉酱，好，然后我们就两个我们都刷，都是有烤肉酱的，但是呢，我们要一片呢是有加蜂蜜，好，你要不要多煎几块？不是哦，哎呀，好恐怖哦，马上又要到中秋节了，是不是所有的人又要开始去烤肉？耶，好棒哦，又要来了，好好哦，是从几年开始？少说过中秋节要开始烤肉的，有六七年了，好像呢。哦，就来就要刷蜂蜜了。我想说翻了那一面，然后好，那么我们就呢，这两片我们就来刷蜂蜜水。好，真的假的？好可爱哦！靠近我们的这两片加蜂蜜水。好，那我们就来翻面，翻面，再继续加烤肉酱。哦，是不是太大了？好，我来关小一点。那我们反面也还是要再加蜂蜜。好，同样的也是这两片，反面也再加蜂蜜。好诶，又要翻面了。翻面之后还要再加烤肉酱吗？不用了吧。烤肉就是不断的重复同样的动作，然后时间就过去了。好的，蜂蜜也要再加，对不对？看自己。可是这个就会沾到蜂蜜的味道啦。刷子，说的也是，没那么多，好不好？没有那么严格啊。对对对，好，应该还没好。闻起来味道是很香，嗯。但是呢，吃起来，哎，蜂蜜到底会不会改变这一个肉的原来的味道？会不会本来烤肉明明就吃的是咸的，而它变成甜的了？你比较严格，你觉得好了没？还没。是哦，你看看月亮吧。就你可以看我的脸啊，很像啊，满月。可以可以可以了，这个是没有沾的。好，等一下啊，我们把没有沾的放在一个盘子里。好好好好，对对对对对对，我聪不聪明？好聪明啊，你真是听明哎，嘿呵，好听明。好，好。那么我们就先来吃这一个没有沾蜂蜜的这一个烤肉，看看它出来的，应该就是一般烤肉的味道嘛，对不对？好，来，你一个，我一个，香，香哈，嗯，不错，没有沾呢，很咸，很咸，嗯，但是没有入味，哎，这个烤肉酱真的不会入味。所以一定要腌泡，对不对？好，这个是没有沾的，真的是没有味道，就是表面是咸咸的，
怎样？跟撒盐巴什么不同？对不对？只是咸咸而已嘛。好，接下来我们来吃加了蜂蜜的这个烤肉。好的。还好，还好。这牛肉干还好，好吃多了，像猪肉干。像猪肉干的味道，大伙知道猪肉干什么味道吗？知道，甜甜的，嗯，好吃多了。而且当猪肉干，我们通常猪肉干的口感都薄薄的一片，而它现在是厚厚软软的肉质，嗯，非常好。它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咸呢，哈，嗯，好好吃哦，嗯，肥的猪肉干，嗯，好像猪肉干哦，嗯。我现在啊，嗯，吃了这个蜂蜜了之后，我再来吃一次，没有加蜂蜜的，是有差，而且是多了一种好像比较润滑的感觉，对，对，好，非常好，哎，所以呢，下次大家在家里面尝试做这个肉的料理的时候呢，不妨也在上面，哎，稍微涂一层这个蜂蜜加水，对，看看滋味是不是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对，所以也不需要一定要等到中秋夜再来做，其实明天晚上晚餐就可以试试看，就家里一个煎排骨哦，或许都可以试试看。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啊，你看像我们这个有这么多这个很好的智慧啊，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节目里面介绍的这个生活小玩意。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东西呢，叫做快棉手套呀， yeah, 因为我们怕呢，大家一直在想小妙方，想到睡不着觉了，这时候就需要有个助眠的东西哦。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介绍这个手套呢，其实啊，我们光看它的外表，你只是觉得这玩意儿怪怪的，有没有？你看它的手指头的地方，然后都一个球一个球一个球的。然后都以为呢，他只是要来玩玩偶的，并不是哦。那我们就给他戴起来看看啊。哇，这夏天戴会很热啊，是吗？嗯，因为它是毛线的。嘿，你看我们的手指头啊，可以完全的戳到了这个底部。那它底部是什么呢？好像有摆着像棉花似的东西。对呀，那这个跟睡觉有什么关系呢？哎，这个东西啊，可以你戴着它，它上面呢有白金电磁波的纤维。哇，这么科技啊，真的假的？这么科技哦，好酷哦！你这样子戴着手套之后呢，你在按摩自己身上的时候呢，它可以放射出来一些这个你感觉不到的一些震动。然后所以呢，你在按摩的时候，经过这个震动，然后轻度的压迫的这个刺激呢，然后呢，它会产生一些温热感。哎，我眼红外线呢？他不用按摩哎，他只要带着它，然后说，他手指前端的这一个白金电磁波纤维呢，它就会刺激你的手指头，手指尖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按摩的中医的时候，不是说手上有很多的穴道吗？对对对对对。我想它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可以让你更放松。那我来偷看，什么叫白金纤维？看得到吗？哦，就棉花嘛，真的，你要小心仿冒哦。他是一个东洋的什么睡眠研究所的所长，睡眠研究所，所以呢，要小心，不要买到那个只是装棉花的，这个棉花是不一样的，对，它这个棉花就叫做白金电磁波纤维棉，酷哦，那你相不相信？我相信，对，但是要原装进来的哦。哦，所以很方便哦，等于是说你也可以带着它来做按摩，更帮助这样的一个舒缓。对，另外就带着也可以睡觉，是，好好哦。那我们女生更好啦，可以擦了护手霜之后带着睡觉。对，听说这手会很好看。好喂，好，那你看这么好的这一个快棉手套，那么我们只送给睡得着的人。说他会睡着就自己一直睡。好，那只要呢，把小妙方传真来告诉我们，传真电话号码是02-2772-56。那睡着了。三四，或是另外一支服务专线，或者是寄来网站上的留言都可以哦。你想到带一只手就有用了。好，那么接下来赶快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潮流网页到你家 VCR 还是睡着了。
陶兰、王月到你家。今天呢，我们来到这边，其实我们也真的是要来拜访一位朋友。然后呢，这位朋友呢，我们没有办法在他的家里面拜访他，因为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他的车子。如果说这个四年级或五年级生，可能还会有一些些的印象。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那个影集叫做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呢，有一个车子，然后呢，那个主人他叫做李麦克。有没有人有印象李麦克？然后呢，他有一个车子，然后那个叫做什么？霹雳车吗？霹雳游侠。对对对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这个特别为大家做的这个介绍呢，其实呢，我们也是要透过这个综艺大哥大。综艺大哥大这个节目呢，因为之前有来访问他，就是请他教大家什么开锁还是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就很意外的发现了教官的车很病变。今天曹兰王月到你家要拜访的是开锁专家谢文苑先生，不过今天要拜访的是谢教官霹雳车哟。整套电脑设备让车上有如行动办公室，特殊的声控装置就算车子在行进时也不受影响，还有这台另有美国军方24颗卫星的导航系统，想到台湾任何一个角落似乎都不成问题了，快来看看呗。像教官的非常的专长的就是开锁的这一部分。没错，对，我大概都是从小偷那里哈。你以前是当小偷吗？不是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有一句话说“查到穷官仔”，小偷每一个脑筋都很好，智慧都很好。我称呼他们叫人尽奇才，奇怪的奇哦，每一个都是奇怪的人才。那么他们怎么去偷人家金融机构啦，偷人家的汽车，这个都是等于说我除了办案。除了破案，我一直在找答案。观众朋友一定要有危机意识，所以我经常讲，有时候防盗的知识他们是四步一没有，哪四步？第一个不知道，不知道，不清楚，不清楚，不要问我，不要问我。对，还有一个不信邪，不信邪。对，然后一个没有是什么？没有危机意识，完全没有危机意识，好像都认为说，哎，我那部车很旧了，应该没有人会要了。等到被偷了以后，才泪眼汪汪的。跑到派出所去报案，因为比如说停车场跟旁边的路旁，你就省了1小时20块、30块的停车费。那因为停车场有人跟你看守嘛，那你路旁没有的话，往往比较容易失窃。那这些很多的这种防窃的知识哈，我想民众可以上警政署或刑事警察局的网站，上面都有教你每一个步骤都有。但是真的要告诉大家，因为真的是哦，大家爱车常会被偷，但是在偷之前我们要先做好防备的工作，对不对？其实很简单哈。我很小心的开一个门了哈，我这样子，这样空气有没有进去？有。好，那你只能跟我倒数秒数哈。现在剩下5秒。什么意思啊？五。你刚那个东西。4秒。三。3秒。二。2秒。我拿的是你的电话。1秒。是不是门开？来了。是不是显示门开？门开。你看我只让一个缝而已哦。等一下，我给大家看。哎，真的耶！你看这个东西，它就显示是是不是车门打开？车门被打开。好恐怖的。哎，电话来了。哎，好好笑，有小偷。马上告诉你是不是有小偷？是是是。你会知道有人在动你的车吗？好，你这样接听。有没有听到警报声？有没有听到？他电话里面响的是警报声。对，他盲通知车主。全声控的万能电脑车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功能呢？我们谢麦克的车子上呢，除了有这一个伙计会帮您说笑话之外，同时他好像也会帮我们放点放歌曲，对不对？对对，它的自动放歌曲。它这边也会显示出来，然后歌名都会显示出来。啊，伙计，精彩内容我们马上回来哟。要把他自己的车子做成这样子，如此的防备，他真的是丢不起。因为他不是丢不起车，你知道吗？我家徒四壁，我丢不起。少来，丢不起面子了。他是丢不起脸呐，因为我说车子掉了不是丢车子，我是丢面子。因为全国的警察都是我教育的，而且都是你教他们偷窃的这一个东西，是不是？你不要这样的说法就比较，我教他们怎么去抓。抓然后我告诉他们小偷是用什么方式，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知己知彼，才能够怎么样百战百胜。没错，那么小偷的方法手法很多，因为他们常讲一句话说，我对那个东西哈，心动不如什么？行动。行动不如什么？发动。发动不如什么？移动。
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下手得手，嗯，然后脱手，哦，所以叫三只手，是这个意思哦？对啊，有三只手哦，下手，然后得手，然后脱手。要上车之前，谢教官，是你明明知道今天要来拍你的车子，你为什么不去洗车？所以你讲到重点，这样子才不会被偷，是不是？有的人怕新车哈、哦，亮晶晶的摆在巷子，然后整个巷子里，因为他没有车库嘛，那巷子里就是他那台亮晶晶的，他人在楼上哈、哦，他睡不安稳，他下来哈、哦，然后故意把它涂黑，弄得比较旧一点啊、哦，我大概是这种心态哈、哦，你不要来找到我这一步这样子，从外面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对，有什么好像不一样的装备耶，只是他有大脑了，可以思考，哦，好像车上有一个朋友坐在旁边陪我，哦。有时候你会认为说，比如说，待会给各位见识一下哈、哦，因为有时候我打电话回家的时候，老婆不相信，车上有载人吗？不然有什么女生的声音呢？哦，这个解释不清楚，你知道吗？哦，事实上就是因为他的作伴哈、哦，我们的霹雳车，但你都不回家了，霹雳车国际、哦。好，那到底什么样子的东西是我们这个谢教官一直嘴里面在讲的这个火计呢？上车看看，先还你。OK， 上车看看。好，我应该是要从这边上。来来来，赶快来为大家介绍这一台霹雳车。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呢，并没有什么不太一样，对不对？可是大家有没有看得到这边？噔噔，滑鼠，有滑鼠哎，车上有滑鼠，就是把它粘在这边了，还有键盘。对。你还可以打资料，所以你这个变成一个这个行动办公室，对，哇哦，什么都可以在车上做。可是呢，你的这个上面键盘有一些不一样，常用热键，你看啊，现在位置、测速、照相、加入地标、开始录音，对啊，它也可以帮你录音。餐厅切换，像我们周休日哈，去人家出去玩，这民生问题要解决嘛，你会找加油站，你会找餐厅，你会找油局，这个都是我直接告诉他的这回答你。但是你会发现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说，导航为什么把荧幕放在这个位置？对呀、啊，现在这个荧幕大家看不是很清楚。这个手套箱前面这个叫做什么？手套箱。手套箱里面。手套箱，因为我们这里有个锁头，可以上锁。再来，平常停车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关上。外观看不出来。我再叫它的名字。所以说，你的车子电脑跟这个名字会有关系，是不是？其实名字你自己可以设定。那我一般都叫它火计，因为它是我很好的伙计。那你叫它火计。有事吗？好，他在回答你了，没事情，没事情，不要烦我，神经。对，他告诉你没事情就不要吵他。是啊、哦。对，这是你一问一答，一问一答。要设定进去，对不对？对，我们把所有车主在开车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你一定会问他我要去哪里，这些通通会跟你做对话。甚至你开车开到一半无聊，伙计，有事吗？讲笑话。要讲一些笑话给你听。老公，关于性，你有什么看法？看法是没有了，不过我倒有很多做法。因为我们多国人，他讲话口齿比较不清，他有讲到台湾国语，可能有人讲外省籍的讲山东国语。我测试哈。火鸡，有事吗？没事情。没事情，不要烦我。啊，他听得出来吗？我以为这个女人也会说没事情，不要烦我。那、如果用台湾国语回你，你会吓一跳啊。那我用山东国语哈。好，伙计，有事吗？没事情。没事情，不要烦我。他听得懂了啊，都听得懂。真的没事。对对。因为他的辨识相当的强。我们讲台北市松山区跟中山区有事吗？他其实差很少。可他很烦，他会一直问你有事吗？有事吗？那你要一直回他没事吗？那我不是，因为我们两个在车上交谈，所以有一个方式就是说，有一个方式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在车上交谈，他都在听。好像车上有一个人哈。那你就要叫他去休息。可以叫他去睡觉。对，伙计，有事吗？去休息。叫他去休息。是的，我去休息了。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讲话。那他就不会再出来了。对，他不会再出来吵我们。但是当你要用到他，你就还要叫他，他才会请来。伙计，别忘记叫我起床。起床了。起床了。主人，我回来了。对，他就自动回来找你报道。他并不会回答你说，我才休息2秒钟。
我们谢麦克的车子上呢，除了有这一个伙计会帮您说笑话之外，同时他好像也会帮我们放个点放歌曲，对不对？对，都可以。也就是说自己输入进去的有哪些？MP3你去download。哦。大概我目前里面大概有六七千首歌。六七千首？那比如说要怎么点呢？要点歌名吗？还是点种类？好，如果我现在测试伙计，有事吗？流行歌曲，它就自动放流行歌曲。哦，它这边也会显示出来，然后歌名都会显示出来。那还有一个优点哈，你开车眼睛。谢教授，这是你，谢教官，这是你的流行歌吗？对，因为我是宋飞飞五年级的。你是五年级？是是是你是五年级班的？五年的中段班。我也是五年级。是是是，那你现在看哦，比如说我们要他下一首啊，伙计。下一首，它自动会放下一首，对不对？这也是你的流行歌。是是是是，还可以换什么？比如爵士乐还是西洋歌吗？都可以都可以。对，好，你现在我测试给你看。哼，哇，好方便哦！这边就可以用滑鼠在弄了。伙计，有事吗？西洋歌曲，我们要听西洋歌曲。嗯，哦，它就会自己找西洋歌曲。对。哦，真的好神奇哦。你根本不用回家了呢，哈！是，每天待在车上就好了。待车上就可以。对啊。好，你可以直接点下一首。哦，可以在这边直接。哦。下一首。想不到你也会听这种歌。哦。你每一种都有一首一首的。你开一年车没有听过重复的歌？哇，真的是。有这台车，就是如果说常常在开车的朋友，如果说能够有这个机器在车上的话，真的就是造福了自己了。你看，有时候车上我们有小朋友嘛，对不对？伙计，有事吗？儿童歌曲，我们放个儿童歌曲给小朋友听，他自动放儿童歌曲。哦，火车快飞就来了。对。哦。那么甚至像我们比较喜欢欣赏音乐的，嗯，你也可以纯音乐哈。嗯。伙计。有事吗？古典歌曲，啊，你要听什么都可以？古典哦，对，来看看他这个伙计会放出什么古典歌曲给我们听。好，果然非常的古典。全神通的万能电脑车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功能呢？圆山断电。那个谢麦克，是，你没有带安全带。请靠左行驶，请左转。还有精彩的台南度假山庄之旅，千万别错过喽！最主要是卫星导航，它你要去哪里？有事吗？哦，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目标设定，你一定要有一些目标嘛，你要去哪里？对，请说出目标名称。哦，圆山饭店。是圆山饭店吗？对，你要到圆山饭店。有可能我要到机场接朋友，我要到车站接朋友，你一定要有目标，然后它自动会帮你设定的，然后它沿途就是用声音来指示你，你甚至可以关起来。关起来哦。对，你就听他讲话就好。是哦。他会讲主人，请靠右，请右转，什么路名都讲出来哦。OK， 那我们简单的，我们出发了。好。OK。那个谢麦克。是。你没有带安全带。哦，是。哎呀，马上一张。OK， 我们现在正在整个这个公园里面移动。这个里面在地图里面。已偏离路线。它是没有路名的。是是是是是。哦，这没有路名，就是属于这个高架道路附近。伙计，有事吗？大陆优先。哦，是的，大陆优先。卫星从空中照下来哈。嗯。他在抓你的，不见得说他指挥的那条路是最大条。哦。他会抓最近的给你走。哦，原来。我们现在接到红色的嘛。哦，我们现在走到他叫我们走的路上了。请转最右线车道。哦。叫我们走最右线的车道，就可能要准备要右转的意思。没错没错。哦。刚刚那边是单行道，这条。前方往南有测速照相。哎，有测速照相这种东西会不会被抓？不是之前说不能装。他现在会提醒你。
哦，现在已经因为很多的车主他会自己提醒自己了，嗯嗯嗯，最主要的用意是说不要超速了，是，啊，我们现在移过来了，那他怎么会不带？好，我们现在在靠右线的车道，然后你看红色的吧，红色的，对不对？嗯，我们现在快到这个，请右转，民族东路。哦，民族，哎，真的耶，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台北的那个民族东路，有事吗？他叫我们右转，右转，啊，没事没事，民族东路是吧？嗯。哦，那当你转过来以后，它地图就会转到眼睛看的都跟它一样。哦，哎，真的，有没有？哎，要确定九十度转过来了，是是是，它才会把地图转过来，你眼睛看的跟它都是一样。好，现在移动，你有没有看到车子上面那个有个蓝色的小箭头？有，那就类似我们的指北针。哦，你的目的地在哪一个角度，才有一个方位感？是吗？有没有？有有有。你开车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个方位感。有，它现在指的这个方向呢，大概是两点钟的方向。哦，也就是说圆山饭店在，请靠右行驶。他已经前方往北有测速照相。他叫我们靠右，请上高架桥。哇，好忙哦。没有没有，他叫我们上高架桥啊。错错错。你先看地图。好，嗯，我们现在来看地图哦。有没有？有，请右转新城北路三段。因为我也不熟，路我也不熟，我到全省各地都像打电动玩具。其实你会装这个，就是因为你是一个路痴吗？是。请靠左行驶。哦。请向左前方转。新城高架道路。真的要开上去？真的要上去耶！真的。你该错了，是你该错了。哎呦，我不熟。没关系，没关系。请靠右行驶。真的要上去啊？看吧，不相信活计的下场，我们只好再绕一圈了。这一次可要好好遵照活计的指示前进哦。请靠左行驶。哦，请向左前方转。新城高架道路。哦，他就叫我们上高架桥。嗯，上来了。上来了。哎，我们这样走对了，他不会给我们这个鼓励哦。请靠右行驶。靠右行驶，好。哎，真的耶，我们现在已经请向右前方转，新城高架道路，请靠右行驶。他叫我们靠右吗？有，嗯，他叫我们靠右。我现在靠右。我们就真的就照他的讲，看看我们到底能不能走到。请右转。那我们右转，还没到哎。请靠左行驶。请左转中山北路四段。啊，接下来他叫我们说要前方往北有测速照相。你有没有发觉问题在哪里？我不知道。在附近。前方那在附近。刚刚我们是在桥下。是。对。所以这是卫星啊。哦。所以他才会偏离吧？因为他有一个陀螺仪，就是说他模拟在我们在隧道。嗯。比如说你今天开车一定会经过北二高进隧道嘛？是。那进隧道他是收不到卫星。所以他的车还会保持让他有一个移动，所以刚刚我们在桥下的时候，他还是让他移动，他才会有那个讯号叫我们说是靠右。哎，真的，现在左转灯亮了，我们要准备照着我们的这个线麦克，然后照着他的这个叫我们左转，走这个中山北路。沿着导航系统指示的路线，真的到达目的地了。嘿，真的哎，你看，就是照着我们的这一个亲爱的火机，然后呢？他就可以把我们带到这一个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是火鸡，不是火鸡。山东话，火鸡。哦，真是聪明。不过呢，他的聪明也是人的聪明，把他给设计成聪明。请靠左行驶。好，你看，哎，我们的这一个圆山饭店，哎，圆山天边就近在眼前了。其实呢，今天呢，你看我们介绍虽然是一台这个非常非常这个不起眼的车，但是内装啊，对了，内装外面是不起眼，但是内装是比较先进，哎，有内涵的车。因为未来我们可能台北市每一个地点都随处可以上网，嗯，那可能它就是我们一个非常方便的行动办公室，这是未来的趋势了，嗯，未来的趋势。哎，所以说这个大家所有的人都要一起这样向前看，对不对？哦，往未来发展这样子。所以说呢，今天也同时我们介绍了这台车子，然后也谢教官也告诉我们许多，就是比如说，防窃盗的知识。哎，所以说今天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有智慧，然后有全又全能的车子，然后这样子结成的来为大家做了介绍。当然在这边我们要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谢教官，谢谢，谢谢你，谢麦克。我们不晓得该送什么东西给你，因为送什么东西给你都感觉不科技。
最早送给你一张这个，对不对？谢谢谢谢。这能够代表您的智慧的，是这一张哎。其实所谓的奖状，其实收看《生活智慧网》的每一个观众朋友都是很有智慧的，真的哦，没有了，谢谢，没有了。好，那再一次谢谢谢教官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你，谢谢。对节目内容如有疑问，欢迎拨打服务专线查询。慵懒迷人的午后，惬意舒适的悠闲，转开平日绷紧的发条，享受难得浪漫的假日，徜徉在蔚蓝的宇宙世界里，就让曹蓝和王悦陪伴您一起去玩。今天曹蓝王悦到哪儿玩？我们经由南二高下白河交流道之后，顺着172号省道，将要带大家来到台南关子岭上一座充满了山林美景的温泉山庄哦。当喝一杯香醇的咖啡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加一些调味的奶精啊糖，真好，这是东山有漆咖啡哦。好咖啡也要跟好朋友跟好地方一起来分享哦。现在我来到的就是关子岭哦。今天曹蓝王悦到哪儿玩，将要带您来到台南关子岭一座占地4000坪、处处充满绿意的温泉山庄哦。南美造型的小木屋一间一间地矗立在山林中，让游客可以尽情享受森林浴。这里拥有许多天然资源，庭园中的火把造景便是其中之一。另一项则是世界上只有3个地方才有的天然矿泥温泉。第三项则是台南夏天特产的莲子大餐，今天要通通爆火力灾哦。所以这是我们的侯先生呐、啊，哎呀，侯塞雷呀、啊，哎呀，好厉害呀、啊！这是我们的王小姐哈、啊，真正竟然比电视看的都较起来呢，较 kitty。哎呀，哎呦，又 kitty 呢！欢迎欢迎欢迎！哎呀，侯先生不得了、哎，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山庄，你在十几年前你就已经把它建造出来了。对，我们整个架构那时候就有在筹划、哦，而且一步一步照我们的理想在推进。真的哦，所以你已经是民宿第一人。哎呀，哪里哪里，我们有这个兴趣。好的场所给好的朋友来温讲、哦、不晓得王小姐你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好像出国度假、哦、这样不得了啊、哦、而且呢、哦、这个听说都是夫人设计的。哎，对对对，我太太她对这方面很有兴趣，而且很喜欢去用。她能说说这个太太啊，精灵，我做翁的就英灵不要哈、哦哎、好，那我们就请侯先生好好把这么样一个台湾有在关子岭哦，你把它开发的这么好的一片山庄，其实里面有52间房，是的，然后都是独栋或是联动的，对对对，好可爱、啊、而且你都是用了块木啦，对对对，还有松木来，对对对，我们就是尽量应用自然的题材、哦嗯、来创造让顾客有一种自然舒适的感觉。哎呦，好好、哦、那我们就来逛逛，非常荣幸。好，那我马上变成了刘姥姥逛大逛园啦。真的是山庄哎，是我们山庄就是尽量把人造的不要再出现出来，所以我们电线都走地下化。哈林高啊，那你讲电线埋家？哎，那个小的电线，所以你看不到电线杆，哦，你看到的都是大自然的。哦，树啊、木啊、花啊、草啊，这样。讲到没有电线杆，我马上跳的下一个画面是说，那可以拍古装片。还有，现在要拍个古装片，要找没有电线杆的地方有多难呢、啊？哦，那对呀、啊欸。你一讲起来，这倒是真的，还挺难找的。而且，所以这里等于是说，哎、欸，也可以把这个电器的地下化。这边又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小木屋哦。哦，今嘛完全挑工列评委工，哎呦，嘉后侯先生，你讲我去北中。啊，乌家来给你大姐，大家都唔免去北中。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就创造有树木啊、好的房子啊、好的设施啊，啊，咱就唔免邀时间精神。咱起来山顶哦，是要做老爷，唔是要起来山顶，家己有厝底啊，路家要做少爷。丢丢丢！所以我们要当老爷，不要当少爷。别以为有别墅住的人在享福，其实他们都不太敢去，因为去之前要打扫，走了之后要把所有东西带走。很辛苦嘞，哦，有人管理那多好哦。来，进来看一下我的别墅。
一走进这间阁楼木屋，扑鼻而来的快木香气让人感到通体舒畅。合适的休憩区与快木植材配合的天衣无缝。山庄里的每一间小木屋都设有天然的矿泥温泉，让游客可以尽情享受泡汤的乐趣，忘却所有烦忧。挑高的阁楼设计营造出无压的度假空间，是不是很令人向往呢？世界三大矿泥温泉之一竟然在关子岭。哎呀，所以呢，一般的游客也可以不要住宿，哎，你要来泡个享受个一小时两小时都可以。是的，是的。哦，这个是我们的矿泥啊。你是说要让我更美丽吗？那当然的。哦，真的吗？让你不屈不挠。附上这天然的矿泥到底会有什么功效呢？广告回来，我们马上为你揭晓哦。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这样的泡汤哦。对，这种泡汤是专门为房间设计的哦，它可以接触到自然，而且会把整个视野在泡汤那种感觉，没有一种压迫感。哎呦，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矿泥温泉。是的，是的。哎呀，这是百万年的海底矿泥温泉。上次有人来访问的时候，那个女生跑出来，哎，你怎么在我们这个地方？那个水好脏哦。哎呀，那个旁边那个就敲他的门说，你是在人家呆爆死了。哦呀，那个专刚来家，哦，进在矿里温泉，好可爱。好，所以我们呢，哎，这个老板就很可爱，他说这个水龙头不要以为他不花成本，是他曾经用那种国外的很漂亮各式各样水龙头，后来发现很快就会，还是这个上流女。对，因为会弹丢丢，丢丢丢泥沙嘛，所以要管路要宽，要通，只有这个最好，实用的最重要。而且实用，马上介绍一招。其实我们看到这种欧式的小木屋，可是呢，还要挖一个这样子小小的天井，有点麻烦。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嘞？这个小天井在建造上是真正麻烦，因为都考虑到它整体的位置，还有它防水的功能。可是最重要就是让顾客，譬如说我们打开天井的窗子，它烟囱效果会把热气带上去，了解哦，一开开都可以啊。在泡汤就是最怕空气不流，因为泡汤的话，我们心脏的循环加快，那需要氧气比较多，对，所以上了年纪的人在泡汤，我们要特别注意它，就怕他说心脏负荷不了。那么如果有这种空气在流通，整个泡汤的感觉就没有压迫感。第二个，可以利用这样弄盆栽进去的话，自然的感觉。所以用的人比较艰苦，但是使用的人比较快乐。哎呦，安尼呢，所以呢，气候让人方便，让人舒适。所以就用这种所谓烟囱原理。烟囱原理，弄个这个天井上。那后面的话，用大块的玻璃，它把整个视野拉出去到野外去，可以看到外面的树。我完全来到一个快木屋，闻到一种快木的香。有哎，哎，这十几年了吗？怎么还那么香啊？你脚上踩的是台湾的快木地板，那么这边楼梯啊，楼梯板整块都是台湾的快木，规地都是的，哦，搞个安尼呢。所以呢，你看看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这么好的合适区。对对对，这个可以在这边静静的下下棋啊，聊聊天啊，然后看看外面的这个树木啊，听听虫鸣鸟叫啊。如果像我们男生三不五时带太太来，就是准备忏悔的。所以要跪着跟我说话就对了。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如果想要离开城市都会紧张的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在这边睡一夜，让所有的虫鸣鸟叫声呢把我们叫醒。听说很多客人一直说，阿妮娜呢，录音带滴滴棒，
他就说你们的录音带太吵了，太大声了，啊，那个蝉叫的声音特别大，哦，蝉在这里特别兴奋，他以为我们是放录音带的。哎呦，而且这里的鸟叫听说有分批呢。哎，这个小鸟挺可爱，而且挺准时的。五点钟有五点钟的那一批，那一批在叫。六点钟又不同批的，所以永远都有虫鸣鸟叫。对对对对对，你不要以为鸟都是那么单调，它也是有打卡的。哎呦，所以我们觉得在这边哦，有好多那种。生理的时钟说好，鸟叫这一批先叫完，口渴的换另外一批。山庄里每一个角落都有着不同的山林美景，前往住房的幽静小道或是阳台眺望的山光绿意，无一处不让人心旷神怡。这里的每一间木屋都有着独特的风格与精致的设计，这让我们看到山庄主人的用心。尤其是这间拥有秀丽景致的独栋别墅，不但拥有舒适宽敞的空间，还设有露天半开放式的私人泡汤区供游客享用。啊，还有这个一帘幽梦呢。那这也是我们的要创造的意境。哎呀呀呀呀！接着就来欣赏泡汤的地方。其实侯先生这里也好适合常住哦。对，也有真的也有常住个一个月这样子，对不对？要写企划案呐、啊。写小说啦，哈，养生的这方面。对呀、啊，你看你什么书桌什么都很窗明几净的哈，就是比较人性化，对哦，居家的感觉，哈，来我们来看看，感觉来看看我们泡汤方便的地方，汤屋又不一样了呢。这里的汤屋，你眼目所及的话，就是虫鸣鸟叫，还有草木如书。哎呀，所以呢，这个好可爱哦，这样用石头砌出来，还有一个。头啊心啊，你 heart 啊，然后呢？哎，真的，我们泡温泉哦，十五分钟就起来一下，应该要这样，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一起来就到这边，多好啊！然后起来在这边坐着，泡汤以后在这边坐着，然后慢慢的调息自己，反省自己。真的有没有做错事情，而且这个也不用说啊，要把身体重新穿戴起来，不必，因为呢，这边呢。半隐秘的，绝对被人家拍不到。还可以进去烤箱啊，还是蒸汽，这个也是快木哦，台湾快木哦，大家应该知道了，世界第一的。那么在烤箱旁边有树木的地方不多了，然后我们是把树木带到房子里面，而且在这里什么最大？树最大哦，好，尊重生命，对对对，哈、哦，还有。温馨柔和的住房营造出可以放松的休息空间，享受迎面而来的自然美景，让游客无时无刻都能沉浸其中呢。不但如此，温泉山庄里还附设有许多休闲的公共设施，白天可以享受阳光到游泳池戏水，晚上可以到汤屋泡个消除疲劳的矿泥温泉哦。哎，来，这是汤屋哦。哎，这是有花草树木的汤屋。哎呀，所以呢，一般的游客也可以不要住宿，哎，你要来泡个享受个一小时、两小时都可以。是的，是的。哦，里面的一切设备非常齐全，包括远外后线的烤箱啊、然后你要泡冷泉的、温的都有，达到三温暖的这种效果。哎呦，然后泡了一样，外面呢，也有摇椅可以坐，也有摇椅，让你可以 relax 一下。好，那我去坐一下好不好？好，来，你看，那个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真的耶，好可爱呀。两个泡完汤以后，在这里讲的话，可能都会发自内心。真的，像我觉得王小姐很漂亮，我也是出自内心。所以呢，不是酒后吐真言，是泡后吐真言。泡后吐真言，真的。然后那边有一个躺椅，躺椅的话可以更轻松了。好，我去躺躺看。哎，好好哦。能想象泡完汤以后啊，这样子躺着多好。然后呢？全身要稍微盖一下这个，哈，这才叫裸汤嘛，哈，哎呀，真好，好舒服啊！这个是我们的矿泥啊，你是说要让我更美丽吗？那当然的，真的呢，让你不屈此行，它具有美白护肤的效果。今天我们这个，因为我们主持人还要南征北讨，所以我们不能够在他的脸上。怎么几下？是是是，但是可以在他的手上，
这个我们建议主持人在20分钟以后干掉以后，你把它洗洗一洗，你发现比较白比较细。啊，那可不可以抹多一点？啊，这么好呢，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呢矿泥开的那个矿泥温泉，现你们把它那个矿泥除起来更多，对，备起来，把那些杂质啊、水质淘汰掉，留下好的是在美容上用。那如果整体的话，是刚才会看到的，那是泡汤用，那这个是美容上用。所以我偷偷告诉你。这个男生来到这里，我们的观察，男生比女生摸得更多，真的。所以等于是说呢，我们来这里享受的客人呢，也可以跟你们拿这个矿泥来敷脸呐。假设来这里，他没有用矿泥敷脸，那就是只泡了一半。哎呦，还不让他走嘞！哎呀，所以万一在庭院上看到黑人的话，不要吓一跳，就是那是这里的特产。真的是台北不是我的家了，台北不是我的家，哎，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特殊的矿泥温泉是关子岭独有的天然资源之一，快木打造的温泉汤屋中还提供了冷泉与蒸汽室，可以充分享受不同的泡汤乐趣。山庄主人特别打造了户外半露天休憩区，泡完汤时不但可以在此享受森林浴的洗礼，又可以保有私人的专属休闲空间。6月到8月正值台南的荷花季，贴心的山庄主人特地为我们准备了一桌莲子大餐，到底充满了什么样的迷人滋味呢？广告后千万别错过喽。泡完汤，我们来享受一下台南著名的莲子大餐呗。这每一道料理都凸显了莲子淡淡的香甜，尤其是这一道三杯味莲肠，外脆内软，香甜可口，是不是口水都快流下来了？侯董呢？哦，又给我们准备了莲花子大餐呐，完全是国宴型的。我要吃这个，这个就是莲子。你看，会觉得它很像一口香肠，对不对？其实它不是哦，它是里面包了莲子，外面用三杯鸡的做法来做的，不得了吧？你看，外面还有个白芝麻。哦，那我试试看这个味道。嗯，好棒。完全像三杯鸡，可是呢，外面是脆的、甜的，可是吃进去里面是软的，因为是莲子，太可爱了。莲子还可以用炸的，嗯，更好吃。看完了台南关子岭那充满分多金的温泉山庄之后，你一定还意犹未尽吧？明天潮南王月到哪儿玩，我们将要继续带你来到正值荷花季的台南白河镇一家温馨舒适的民宿哦。去年才建造了这座矗立在荷花田中的咖啡厅，淡淡的荷花香气扑鼻而来，主人用心地打造了民宿空间，让游客到这里不但可以度假，也能够参加许多有关荷花季的休闲活动，亲身体验荷花独有的美。中间有路有没有？好，有路，好，有路，好，你大家请仔细看，王月从此将10年内不用化妆。对，感觉怎么样？对，好像甘露哦。对，到底莲花露是什么滋味？它又有什么样的功效呢？千万别错过明天的精彩节目内容哦。来，接下来我们赶快来看看一封这个由淡水的陈家士告诉我们的哦秘诀。那我们当然会很喜欢他这种潮男王，因为我永远支持你们，你们是我心目中的偶像。真的吗？原来我们也受到男生的欢迎。家士是男生还是女士？我猜是男的。那家士告诉我们的呢，是我们有教过洗米水，洗米水很好用。对，能拿这个洗米水来洗碗啊等等。然后呢，可是呢，家士他就说了，问题是，那你洗米水不够的时候，那怎么办？
要如何制造出洗米水？你总不能没有洗米水洗碗了，赶快去洗一把米，而并不想吃饭。所以其实呢，因为米饭呢，米做出来就是饭，所以我们可以把剩饭呢包成这么一坨，然后搓它呢，就会造成的洗米水。包成一坨之后放到洗衣机里，可以浆衣服。然后呢，千万不是要加在洗衣机里头，而是这样子。其实他们改加是说，这个是举一反三的，因为我们也曾经用丝袜小姐呢来帮我们装那种碎肥皂，是啊，把它用成就比较不会浪费哦，来使用。那现在我们是用这样子来搓，看会不会制造成洗米水哦。他说啊，加是说我们把这个剩饭包到干净的丝袜中之后呢，要用的时候，当你要用的时候，要用洗米水的时候，就在水里面捏一捏。你看，洗米水就完成了。天哪，哇！而且这洗米水就可以拿去拖地啊。而且你看，你一次可能没有办法弄太多，但可能就是水桶一桶啊什么的。那当然，你用完了之后，其实这还可以用。我想用个四五次，应该都会有这个效果。可是我都怀疑这个的洗米水的性质跟原来那个洗真的生米的水是不是一样？我觉得还是会有差耶。我也觉得会有差，因为这个已经都煮熟了嘛。其实我们洗米水啊，它在洗的时候，因为家庭主妇或常洗米的人可能就会知道，它其实上面好像有白白的像粉状的东西。对。然后我们把它洗掉之后，洗米水才会变成那样子。对。比如说像我们洗米水，你洗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就是它比较浓稠的时候，你给它放久一点，它不是下面会有沉淀吗？我们不是弄那个沉淀，然后来去角质什么的。对。但是呢，用洗饭水，它也可以有产生那样沉淀吗？我觉得不一样。我也觉得不一样。因此说，洗米水跟洗饭水也许会有差。所以呢，洗米水呢跟洗饭的水，我想可能会有差啦。但是呢，就是大家在家里面可以像家事一样哦，就是试试看。对，也许它也可以跟我们的洗米水是会有相同的效果。对，因为你看啊，我们现在上面都有一个油油哦，你看看，为什么会有油？你手上的护手霜呢？还是我们刚刚烤肉的油。好，在这边我们赶快再次谢谢我们的住在淡水的家事，谢谢你告诉我们哈。来来来，那像家事这样子这么可爱的这个idea 呢，就有可能得到我们今天的转印杯子。我在想说转印干了没？干了没？为什么拿杯子在这啊？因为我想看看它干了没。对我完全忘了这件事。你看看干了没？来来，粘住了呢，粘住了，好棒哦！粘住了，为什么都没有粘住啊？你还没有干呢，粘住了耶，真的，好好玩哦！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它可以重复使用？对，好棒，因为它只要是平滑面的话，其实都很好撕下来，你还可以贴在你的窗户啦，等等，这样就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人的相片全都给它弄下来，那你的陈小春就可以贴啦。我还在考虑要贴谁，喜欢的人太多了。对，他还跟我说他男人他好像都可以，没有什么排他性。对啊，你看看，尤其像电视上面这些偶像或者是实力派的，就是比如说你看寇世勋，虽然他脸上痘痘很多，但是他就是有男人味。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对，还大陆气候适合他。对，很火的，很火。我们也多想成为大碗。别忘了每个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晚上10点锁定东森综合台，给你台湾生活智慧王的首播。是的，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我们俩都不是台独女人。10年不用化妆品。来，快点给我10块，快点。哎呦，你怎么告诉呀？好了，来了，在这里，我们要有了，来了，你加，来来来，王月从此将10年内。不用化妆。对，想查询节目资讯，请翻阅《民众日报》或拨打服务专线及上网查询。News Update，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您可以透过东森卫视及 ET Today 网站收看本节目。